大家好，我是鱼虾米 Diana。 Hello， 今天是12月3号。那我们要来抽第三个洞吗？好 ，Go。 你要把它扔福利吧？不用。他们最近不知道什么开始流行在收集数字。哎，这个要留作纪念，把它那个贴上去。可是我放那个三号数字贴不上去，贴上去啊？哎，两个怎么贴呢？把它剪大，然后贴在上面。今天的是什么？黄金发现，就是敲金块咯，看可不可以敲到金块。在它里面有这些矿石，看他们敲到的是哪一个矿石呢？打开吧，先把三粘在桌上，人家只要自己撕的。这个是矿石的说明书。你知道哇，金砖呢？如果是金块多好。对啊，哎，如果是金条有多好？这你摸摸看，看感觉。哎，妹妹拿两份，袖子卷起来，卷起来，不然这不能弄到。我们数到三，开始看谁先找到宝物哦。一、二、三。哇，你要这么粗鲁哦？要怎么用？人家都是这样子刷刷刷，然后再用这个搓一搓。好，这样子啊，刷刷刷，你们又会挖一个洞出来。你看，哇！姐姐飞去外面了。下了，你小心哦。感觉不对劲，感觉不对劲，挖了大洞。它现在变成一个凹字。找到宝物了，妹妹找到宝物了。可是你拿得出来吗？见证奇迹时间。那这样怎么挖它才比较好出来呢？啊！我爆发了！打！你还卡住啊？你要看它怎么把它挖开。妹妹已经看到了，实在弄不出来。姐姐你的还没出来哎，加油！姐姐你加油，可是姐姐已经挖了好大一个洞哦。可是姐姐不像我挖的比你深呢，姐姐你的藏得太下面了。妹妹打算怎样？妹妹要用好棒的。它不见得会是在中间啊，它有可能在侧边啊。妈妈，你看人，人从侧边挖，你还是没挖出来啊。姐姐是想要挖隧道吗？对啊，你还是没挖出来。玩呐！姐姐，no， 怎么可能？没事，在石头边挖。还是那个是黄金，真的只有这样，所以只有一点点。哎，我挖的脸比林女还要深呢。它可能不在中间，会不会在侧边？走啊！哦，我碰到了黑色黄金，会不会是铁？黑色不是铁啊？是铁啊！它真的埋很深，人家是紫色。红红的，出来了，挖得出来吗？姐姐也碰到咯，看谁先挖出来哦。但我应该挖出来才算哦。应该是我挖到。这个兔子。我好想挖出来啦。妹妹终于在赶工之后把它挖出来了。里面掉什么柜子我看不到，你看我看还有没有，应该还有吧，你可以把它分撕啊，应该只有一颗吧，有可能会有两颗啊，不可以，然后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，然后它盖起来，它这上面有一个放大镜，可以观察你的矿石哦。
新秀。我要动了！我应该动了，姐姐。快挖掘出来了，我觉得快要破大洞了。先把它四周的沙子挖开，来。姐姐的好像也很大颗哎，出来！重点是，哎，它不是黑色的啊，它的有点像透明的琥珀色的感觉，好美哦。姐姐熬掉那个比较好，那用放大镜看有没有比较清楚。这是姐姐的宝石哦。今天的黄金大发现没有黄金，不过找到了一些特别的矿石。好玩吗？姐姐的很大颗，这是让人家考古去找宝、寻宝一样，有趣吧？喜欢的可以找找看哦。这一款黄金发现，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我先把沙磕到。哎，这好像相机哦，每天把它挖得像相机哎。我也像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的话，你要把它雕刻吗？这边要再一颗，所以。